在台湾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为着要有效的改善农民经营规模小、生产成本高、预计能力比较较劣势问题，制定农业产销班，设立以及辅导的办法，协助农民组成农业产销班。有效运作的农业产销班，会当协助农民经过互相的合作，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为了要导引农业产销班健全的发展，农业产销班成立，列册登记满六个月了后的过当年的年度开始，每两年应该接受评鉴一遍。本片将会配合农业产销班评鉴的项目，提供优良范例以及成功的经验。辅导结果，农业产销班的辅导端由中央农委会以及所属机关、地方、地管区以及各管区政府等等的主管机关以及基层的辅导单位共同来办理。农业产销班是我国最基层的农民组织，也是政府推动农业建设及发展的重要基石。那各级主管机关仅应该主动将农业产销班纳入各项农业重要的一个辅导跟补助对象，那包括组织的运作、经营管理、产销设施或产销设备的改善、教育训练、贷款等等。那希望组织的力量有效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并带动区域及我国农业的永续发展。那目前我们台中市呢，辅导所有的果树、蔬菜、花卉，还有特作呢，产销班呢，一共达到500多班。那我们这500多班呢，我们都是组织农民呢，通过产销班的方式辅导他们去做相关的产销，特别相关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指导。方面呢，我们就透过产销班呢，能够落实到我们每个农民，让他们的技术能够提升。评鉴主要针对着基本的组织运作、组织功能的运用和绩效、经营管理的绩效、政策配合度等等的项目，了解各个产销班运作的情形。基本组织运作针对着办公用、办场所、办会、组织合适以及资讯交流等等来评鉴。农业产销班基本组织运作，包括应该要有详细完整的办公用、固定专门的办场所以及布置，至少每3个月要召开班会一遍，出席的比率至少应该达到60%以上，详细来记录并且追踪决定的事项。组织合适的部分，一旦选派班员参加农业技术、企业化经营管理等等的专业讲习，并且伫咧班会来分享，或者是邀请专家学者来办讲座、教育训练、举办观摩活动。资讯的提供以及交流，收集产地、产期、产量、价钱、通路、产销成本的结构、政府政策以及法令等等的资讯，并且提供班员来分享。我们那个教育训练跟这个观摩活动，我们班都是一年最起码都有办一两次左右。如果说教育训练的话，是邀请那个专家学者来我们班办教育训练这样。农业产销班共同利用采岗产销班，一旦订定产销班共同的设备使用以及管理的办法，并且订定住宅共同采岗办法，或者是经过班会来决定同齐来采岗所需要的农用住宅设备、肥料等等，以降低成本。像我们有一些肥料啊，或者是运输方面，像控温或者是栽培的，因为我们都会去跟他们签约，所以我们的成本的话都会降了1%到2%左右。农业产销班共同分级、选别以及销售，帮完生产的产品，一旦透过
共同分级、共同销售以及共同计价，以达到规模经济，提高议价能力。我们的花呢，我们分为五个等级，从花的长度还有花的插数哦，花量去把它取舍，把它分成这样来让所需要的人去购买，然后把它划分，然后来选别这样子，哎，所以我们的等级区分得很非常明确。整合行销产品，更加贴近消费需求。部分产销班已经成功透过建立共同的目标和愿景，自有品牌以整合行销的观念，推动产销活动不断创新和增加价值。产销班在确定目标市场以及消费需求了后，不断改进产品的品质，并且提到资源配标准，或者是通过产销履历、有机农产品、CAS 优良的食品、ISO 等等的产品验证，来建立产品的分格。业务班员活用部落格、脸书以及宅配直销等等，配合市场的需求，另外调配供应，成功创造出上大的销售利益。产销班办会台湾，常常接由共同的采购、共同设备使用费、共同销售盈余等等来源来提拔，用伫咧累积班费。除了讲有效的运用班务相关的用途，部分产销班也积极参加社区公益活动，或者是带动其他产销班共同成长。经营管理绩效的编纲项目，包括着营运规划、现场管理技巧、财务管理、管理咨询化、品质验证、特殊的绩效、政策配合度等等。产销班配合当地环境以及自有资源，在当地农业改良场技术指导以及各个辅导单位的协助之下，进行产销班营运规划。有一些班率先转型设施农业，配合政府相关政策奖励补助，从此无需要再看天吃饭，配合市场需求以及当地气候的条件，在生产环境、管理技术以及品质选择不断的研究精进，种出上界受市场欢迎的产品，结合无同款专长的青年，带入去现场来管理，国际验证、咨询、管理以及应用，不断的研究以及创新，用合作以及实力，为产销班的未来打拼出一片空旷的蓝海。编干成绩优良的产销班，会当参加农委会每两年举办一遍的全国十大绩优农业产销班的选拔，透过公开评选以及颁奖表扬，提供全国农业产销班的学习典范以及楷模，逐步强化农业产销班组织运用功能，并且提升经营管理的效率，促进农业快速来转型升级以及发展，增进国家农业整体竞争力。